希望四个球，哎呀，四个球行，滋味的，哎呀，谢谢。我四哥吗？那你四哥？这脸皮，这个肉都滚滚的。好幸福的啊！老弟，上来。这倒的一看有点像大灰狼。啊？我的后啊！一般公狗都不这么躺着。嗯。俺家老四是二班的。哎呦我的天！哎呦我早给你搓的，啊！你看，家人们，咱沐浴露多带劲，这沐浴露啊！这回俺老四跟他媳妇是一样的香味儿了。啊，一样的香味儿的家人们啊！想要这个沐浴露的啊，29块一瓶，家人们，1000毫升啊，老好了，看，特别出沫，老兄看，这沐浴露，驱污能力嘎嘎好。这我们还洗不乐意了呢。我买了一袋20斤的，可以给我发4小袋吗？因为我家狗狗小。20斤的。四。发不了4小袋。发不了4小袋，老铁，因为20斤的它就是大包装的，你除非你就是直接就拍小袋的。四小袋的话不才16斤吗？对，4小袋是16斤。5小袋是20斤，对，但是没有那样包装，对，但是没有那样包装，你要是想要小袋的话，你咱那有密封条，我跟你说，密封老好了，嗯，那密封条密封老好了，一般公狗不愿这么躺，公狗不愿这么躺，嗯，啊，嗯，老四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哎呦我的妈呀！男孩呗，啊，你看我男孩女孩，来看，这啥？看这个，男孩女孩，看我四哥，这么看，还看不着男孩女孩吗？啊？没事，老四，没事，四哥，没事，让看，没事，四哥，这家伙一说看我四哥，我四哥不让看了啊？没事，四哥，还没洗完呢。嗯，头上是瓜子皮儿，老爷头发上有个瓜子，我先洗完四哥的四肢，嗯，咱家现在有猫粮吗？没有猫粮啊。有猫粮，那第一个天天有猫粮了。嗯，那看看啊，42一袋啊，咱家这个猫粮是全价猫粮啊。来几个链接？60号链接，60号链接，42一袋，然后一袋是几斤？3斤，一袋是3斤的啊。这是四哥吗？对，这个是四哥。你们家的沐浴露有快用没的啊，家人们，快用完的了，或者想给狗换沐浴露的，你们可以去拍一单，29.9这一大瓶，一大瓶是1000毫升，小猫小狗都能用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你不用去根据你家是什么狗去拍，你就跟对不分品种，你就根据你们家狗啊，就是如果有螨虫的话，你就拍杀螨除菌的；如果有身上有蜱虫啊、有跳蚤啊、有那个什么，你就买那个除湿止痒啊，家人们。你们最好是
那个就是厨师和止痒和杀螨除菌，他俩换着用，就是你这次用这个，然后下次用那个，他俩调换，就跟人用沐浴、人用洗发水似的，你这次用这款，下次用下一款，知道吧？两个调换着用。可以拍个杀螨除菌，可以拍个除湿止痒，啊，家人们，29.9这一大桶，一大桶1000毫升，嘎嘎划算，而且它是果香味儿，特别愿意出沫，而且它的去污能力特别强啊。哇，知道翻身，翻面坐起来，往那马溜翻，哎呀。可是我一直都用飘柔啊。我说的是狗。宠物沐浴露啊。宠物沐浴露。这一只要洗好久，这一只洗40多分钟吧。这不洗背了吗？洗后背咋不洗呢？好了，这个啊，板牙趴好了，这个。头洗不洗吧？头。先搓完之后再洗头。搓也得洗头。嗯。妈，老师有点生无可恋了似的。咋洗都行，你看。这个沐浴露嘎嘎愿意出沫啊，家人们，就是它在出沫的过程中，直接就把这个脏的这个油那个油渍啊，就是它狗身上的这个狗身上的油脂啊，或者是灰尘呐、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一下喷我眼睛里的，全都给带出来了啊！咱家这个沐浴露，你们不喜欢特别香的那种沐浴露的话，你们就拍这个。这个就是果香的，这个果香就是你打上这个沐浴露，你一闻这个味儿，哎，你马上你就想吃水果的那种感觉。这好的，这沐浴露好的，吃着有香，就是香不是那么特别香啊，家伙啊。对，他不是说的香的刺鼻的那种。眼睛。啊，这个。有吗？嗯。辣眼睛了吗？这个也不辣眼睛，不辣眼睛。我跟你说，宠物用的这个东西吧，就是它不小心它舔嘴里一星半点都没事儿的，知道吧？看你多厉害！这个泡老绵密的，这个泡，这个沫沫。这老四说：“我跟你多大仇多大怨呢？”都是实心的肉可棒似的。老四洗澡的，他是能不动就不动，你让我咋趴我就咋趴，你我就配合你就完事儿了。嗯，他没有腐牛胖，老四没有腐牛胖，老四身上属于那种腱子肉，我感觉腱子肉比较多。老四哥说我吃劲儿，手法可以，力道轻点。那对了，来来啊，坐好了啊。我老四一脸严肃的，我老四都寻思了，这前面要有个水池的，你都得给我推水池里头去。其实你就洗干净了吗？洗干净了。洗干净了啊？嗯。大哥，上，我给你洗头啊，洗头。好像洗头了，给他。
家，挺享受的。你看他还知道要给他洗澡呢，啊？谁知道？哎呀妈呀，这怎么的了？这是？没开，没关关，没刚关开关。好了，这个做好了吧？冲，冲水，服务员冲水。服务员冲水多少才适合洗澡？900。比妇女人多呀。啊？比看妇女的人多呀。看没意思了。没拍咱家这个沐浴露的可以去拍一单啊，家人们，拍一单咱家这个沐浴露。咱家这个沐浴露你就用去吧。你用一次就爱用一次啊，没拍的，而且嘎嘎划算，性价比特别高，29.9一瓶，一大瓶啊，家人们，1000毫升的。尤其夏天了，你是不是经常领你家狗子出去上草地上呀？是不是上草坪上玩？你一定要给它哎备点这个除湿止痒的沐浴露。知道吧，因为你夏天小咬比较多，一叮上了之后大满除菌除湿止痒，对，这两个一定要，就是你替换着给它洗，知道吧，替换着给它洗，因为你出去了就有小咬蚊子呀啥的老叮的，或者少草丛里头这个狗拉的那个狗拉的，你说这个蚊子叮完那个狗那，然后又叮咱家狗，它咋的它都会有那个啥，知道吧，你用这个除湿止痒的杀螨除菌的给它预防一下子。你先给他洗头呗。嗯。给冲的时候先冲头，洗的时候后洗头。你洗澡的时候，你先洗头，先洗身上啊。啊。问题老师啊。嗯。我肯定先洗头啊。我都是后洗头。嗯。因为水从上往下走。你不先洗头，你先洗啥呀？因为你先洗身上，洗完身上你把身上打上沐浴露，然后就开始洗头，洗完头了之后直接一招就把沐浴露给冲掉了。老爷的头夹子挺特别的，好吗？你能感觉头夹子好吗？就是个小玩意儿，就是小玩意儿。几点了？是吧？我这给老师洗了多长时间？现在还差8分钟，4点。给老师洗多长时间了？4分钟吧。啊？你为啥吐他头上了？谁吐他头上了？你吐他头上了？他说你为什么把瓜子皮吐我头上？哦，我寻思你刚才吐吐面吐老四头上了呢。拖鞋又有个性。姥姥可以帮姥爷泡沫染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想给自己染头的呀？啊？来，来，来，回答。来，你们有没有想夏天哎自己给自己洗洗头的，家人们？你的头自己给自己染的？对呀、啊。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染的头发啊，看见了吗？我染的是奶茶色。我染的是奶茶色啊，家人们，这个29.9这一桶就是一大瓶，然后这一大瓶就像我这种短发的话能染个3-4次，
能染个三四次，它就是泡沫的，然后你直接揉头上就行，然后挺个挺个20到50分钟，嘎嘎好用，就是不带花的那种，知道吗？就是一点都不带花的，这就是我自己染的头发。你出去平常你出去你染个头发，咋不得个300-400块钱呀？啊？用不上。咋用不上？在南方染头300-400块钱。100块钱吧。我说的是在南方。在咱这儿的话，你也就是在小店嘎嘎小的店里能100多块钱，但是你要是在上深港呀或者哪的，那染个头也得300-400块钱。咱哪有钱看深港去啊？我就说，我们200多是吧？对，就这个泡泡染啊，家人们，就是29.9块一大瓶，它这个就是你洗发就等于染发了，知道吗？上面黑色下面黄色能染一样吗？上面黑色下面黄色能染一样的，能染一样，但是你得先那个啥，就是你就正常染就行，你就正常染就行，你多挺一会儿，要不你就先把下边黄色的然后你先给染上，然后呢挺个20来分钟，然后再挺个10多分钟，挺个10来分钟，然后你再把上面再给它打上。而且这个染发剂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染发剂还可以遮白发啊，还可以遮白发。多大容量的？500毫升，不，330毫升的，330毫升。像我这种短发的话，哎，就老省了，你知道吗？像我这种短发的话，能用3-4回。泡泡染发几个小时啊？就是你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洗完头了，你过个2天你别洗头，你隔个2天然后你直接就把这个泡泡染直接打头发上就行，直接打头发上，然后你挺个，如果你头发上色快的话，你就要20来分钟30分钟就完事儿了，你头发上色慢的话，你就是50分钟，就是20到50分钟就结束了，特别省事儿。而且不伤发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全部归我这个鞋里了。而且不伤发，他姥姥那瓜子夹子有吗？不吹干吗？吹干，啥颜色？这个泡泡染你点进去之后，你就能看着那个选项，有黑茶色、奶茶色，然后栗棕色。啥色儿都有，你出来我再看看你头发没看清。你这什么色媳妇？奶茶色。嗯，其实在阳光下的颜色更那个啥一点。你在这种用灯，29.9块。我染几回啊？我这种短发的话能染3回，3到4回。来。等等啊，来，有点发红吗？不是，其实我这个不是有点发红，就是这边开浴霸，那个浴霸本来它就是暖色系的，知道吧？那个浴霸打在这个头发是这个颜色，但是你正常在太阳下照的话，它就是那种奶茶色，有点深奶茶色。直播看是不是有色差，还可以吧，还可以，没多大色差。这个毛巾真吸水。消失的梦吗？你说老四能染头吗？给老四的耳朵染个黑茶色。你染不好看了。你给老四染的话，你得先给他漂。不用漂。啊，不行，老四，来，带你来。这能不能染头呀？
这个就是染发的，就是你洗发就等于染发了，就是你这它是泡沫的，你直接就打在头发上，就是干头发干的时候，你直接打在头发上，然后就揉揉揉揉揉揉揉，然后挺个20到50分钟，根据你自己头发上色的情况，然后你就洗掉就完事儿了。给姥爷染个红色，我的三文爹才不染头呢，他不愿意染头。但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真染。狗粮在几号车？狗粮在下方小购物车8号和9号。8号和9号，8号是小袋儿，9号是大袋儿。男的用能，男女老少都可以用，16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用。男女老少的，而且可以遮白发啊，家人们，重点是在这里，可以遮白发。给咱妈染个黑啥色？是我妈。啊，给你妈。嗯，行。啊，行。哎，给你大姨染个黑茶，黑茶色。给我四个配方了啊，行，染吧。我大姨能染吗？我大姨从来没染过。点进去看一下，师傅不打掉毛是吧？还行啊，还老师最常洗澡的。的时候你就让他这样这样躺着，你给他洗啊，那个叫什么忘不了你的啊，等你妈残疾躺瘫炕上的时候你就这么给他洗。洗发剂好使好吗？洗发剂你相信我，你就去拍啊，就是我自己都在用的。而且美兰朵这个牌子就是也是
很那个啥的，很让人信任的一个牌子，知道吧？你就放心拍就行了，而且可以遮白发啊。啊，老师都咬牙了，老师都咬牙了，刚才。有运费险吗？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，我还真没注意有没有运费险。我一会儿我看一下啊。那你看见了吗？你那个手机呢？你那个手机？在那桌子上听着。我给你看一下有没有运费险啊？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运费险，我得瞅一眼。大包子啊。你干啥呢，大包子？这家伙，你可能那个啥了，你。看看啊，你看看，有自然色、奶茶色、黑茶色、栗棕色、薄荷米棕色、蓝黑色、摩卡棕、红豆茶色、稻香茶色。和墨绿闷青色，就是它这里的这个颜色全都是咱们就是今年特别流行的颜色啊，家人们。退货不运费，商家赠送，退货可赔付11元，看到了吗？退货可赔付11元，有运费险啊，家人们。然后你们可以点进去，点进去之后它会有这些选项啊，有这些选项，29.9元，看。泡沫型不掉色不伤发啊，不掉色不伤发，你们可以放心去拍。孕妇可以，孕妇的话你最好是不要用了啊。咱家就是咱家不想说的，哎呀，孕妇也能用，也能干啥的。但是你怀孕了，最好是不要用这些东西，嗯。你看。不错，以前买过别人卖的染头发，染完头发发胶梳不开，这个很顺滑，是我喜欢的颜色啊，你们就是可以放心去拍啊。再看看你的头发颜色，再看看，就是我今天没有洗头，我今天没洗头啊，也看不太清，是不是？看不太清，有点看不太清，是吧？其实不是红色啊，我这个不是红色，我今天没洗头。它这个就是你头发特别干的时候，和你头发油的时候，它打出来的这个色儿不太一样。你用过吗？我这个有白头发。我的头发就是用这个泡泡染染的，我去给你们拿一下那个泡泡染，我拆开用的那个泡泡染，我去给你们拿一下啊，我拆开用的泡泡染，然后我还有一根没拆开的。但是我没拆开的这个是黑茶色，黑茶色可以遮住白发啊。等着我因为我没有白头发，等着我给我老婆婆染一个遮白发，你们看。你们看里面啥样？遮白发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！哎，给我支个掏的耳朵，媳妇来。哎，那什么都掏来了，掏耳朵那个呢？嗯。年轻。
冰箱跑哪去了？给我四哥，该接孩子了。没事，今天不用接孩子，今天不用接孩子啊，因为孩子今天没上学。哎，那姑娘今天没上学，她爷爷看着呢。今天不用接孩子，欢迎大家伙啊！哎呀，四哥洗完澡真漂亮啊，四哥。四哥洗完澡真开心呐，啊，四哥呀，四哥洗完澡真帅呀，四哥啊，卖狗不？想要狗的话私信我家嘛啊，咱家还有一个公狗啊，小老二，两个月的拉布拉多啊，想要的话可以私信我的小二啊。哎呀，四哥来，四哥来，给他的耳朵，老师来，过来。四哥来来给掏的耳朵，我四哥最不愿意掏的就是耳朵啊。这啥呀？啊，这啥呀？这个是黑茶色的，然后你看打开里头就是这种两种的，然后这边一个、嗯、这边一个，然后呢你给它扣上，扣上之后它挤出来的就是泡沫的泡沫鞋，看到吗？啊，挤出来就是泡沫的，然后你挤到手上之后呢，然后你这样给它呼噜呼噜，哎，呼噜匀了，直接抹头发上，直接能染？对，直接就干头发，就这么抹就行了。嗯，这个我手里这个是黑茶，黑茶。你头上这个就是呗？我的是奶茶色。奶茶色。对。来给四哥擦擦耳朵，下一位小迷糊啊，下一个小迷糊洗啊。老大、老四、小老五、小老三，这个小老二，这个小老二，他两个月拉布拉多啊，嗯。我关注你了，下次我的，我关注你了，下次下的我个拉布拉多母的呀，行，行行行，感谢啊，感谢，欢迎大家伙啊，来，而且这个啊，家人们，它不伤手，也不伤头皮，就是你的头皮，它不是像正常洗头似的那种抹头皮上吗？你就是整到脸上了，整到脖子上，它都能洗掉啊，家人们，就是你这个皮肤上都是可以洗掉的。我是特别干。嗯。这染头的再讲讲，染头的就是就像洗头发似的，你别先别蘸水，然后直接打开这个染头的，直接往头上抹就行。染完头发不柴吧？你们看我的柴吗？我这是昨天洗的头发，老顺滑。这是我昨天洗的头发，就是你染完头发，头发一点都不柴啊。它不是说那种就像咱以前那个染发膏似的，你染完了之后，就以前最早出的那个泡泡染，它都是有那种臭味儿啊，或者是头发特别柴、特别干的那种，嗯，或者是你染完之后就发焦了。但是这个呢，就是。你染完之后你的头发也不柴，然后也不发焦，知道吧，也不柴也不发焦。我头发颜色好，就是奶茶色，我染的就是奶茶色，就是在这个屋里这个颜色显得不是很那个啥，出去阳光底下你们就能看清了。白发能上色吗？可以，它可以遮白发啊，家人们，可以遮白发，你们放心拍就行了。满头什么？这什么？原来说这个诗词啊？朝日青丝暮成雪，满头什么？什么背白发？不知道。我想起来那句诗词：白发多用什么颜色？你看你多大岁数呗？你就根据你自己喜欢什么颜色，你去拍就行。您老师，我看老师。家伙，享受的啊！狗也愿意抠耳朵啊。你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颜色，你去拍什么颜色就行。这个就是哪个颜色它都是可以遮住白发的，都是可以遮住白发的。满头白发李莫愁，什么海？然后呢，讲完流程，这个我再给你们讲一遍流程啊，家人们，就是你们头发正常不是两天一洗吗？你看我是昨天染的，昨天洗的头吧，然后今天这个头发是这样，然后你今天再挺一天，你明天的时候你正常是不是该洗头了？但是你别洗，知道吧？你不要洗，你直接就把这个泡泡染啊，把这个泡泡染，然后压到手上，压到手上之后把那个泡沫给它
搅一下，搅一下之后就往就打在头发上就行，直接打在头发上，然后打在头发上之后，然后你就充分的给它揉搓，充分的揉搓，知道你别怕浪费，你就多打点，知道吧？你把你这个头发用这让这个泡沫把这个头发全都浸上浸湿，知道吧？你就多打点，然后就给它使劲揉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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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把每一根发丝就是都揉搓的很到位了，然后你就它里边给你赠送一个那个啥，赠送一个那个裹头的那个包头的，然后还赠送一个披肩的，就是怕整衣服上的，然后你就把那个包头的包头发的那个一扣脑瓜上，然后你就挺个20到50分钟，你感觉上色了，然后你就给它洗掉就完事儿了，你就正常洗头发就行了。对，我的是奶茶色，我的是奶茶色，然后你就正常洗头发就完事儿了。洗完之后，哎，然后就是你把你头发上泡沫全都冲掉了之后，你也可以用洗发水，然后再洗一遍，用洗发水再洗一遍也可以。然后打上你正常洗头的话，你不是也是那个？用完洗发水之后用发膜嘛，然后你再用发膜这么一打完事儿 ,OK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听过这个没有，这沙发造的，这沙发老狼狈了，现在染一次能挺多长时间不掉色。能挺多长时间，一直挺到你长出来黑头发，长出来你自己本身的头发之后，然后你再染呗，然后你再重新染呗。它这个就是掉色的话，它不会说像咱们染的那种劣质的说的滑滑的掉，掉的都不是你本来的那个颜色了，不会。不会的啊。感觉你越来越漂亮了。妈呀，漂亮啥呀。但是确实是瘦了，确实是瘦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真是瘦了，是不是瘦了？能看出来吗？是不是瘦了？迷糊，你看看你姥姥我瘦没瘦？是不是瘦了？整黑屏呢？对，米糊蛋子洗了啊！欢迎大家伙啊！走，米糊蛋子，在这沙发，瞅这沙发啊！瞅咱家这沙发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啊！这沙发，米糊几岁了？小米糊过来，来，咱洗澡了，来。失手了啊！米糊，米糊几岁了，媳妇？18年出生的，19年。没有19年末，20年一年，21年一年，22年一年，23年一年，关今年到今年年底，牛就4岁了。嗯嗯，你不都4岁？我的凳子呢？啊？一会儿跟咱姑娘差不多大吧，媳妇儿。没有比咱姑娘小。进来。肚子是没有了，但是还是这个皮比较松，知道吧？那个皮比较，你就一坐下，它还会有肉肉，就是你一坐下，感觉那个皮还在那堆着，知道吧？但是你站起来，它是没有肚子的。所以说，我想跳一跳，跳跳跳绳，然后呢，让它身上这个皮紧实一点。你家没有大盆了，没有大盆。这不是正好吗？人家没有大盆，人家不趁大盆啊。这盆不是泡澡用的家吗？这盆是泡脚用的。嗯。这盆是给狗洗脚的，不是泡澡的。多重啊？不能太瘦，不健康。我没量体重。
我没量体重，但是我没瘦之前，没瘦之前是108斤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多少斤。黑茶色和栗棕色哪个遮白发效果好？黑茶色我感觉遮发效果好，栗棕色它染出来之后它是棕色系的，知道吧？黑茶色它有点偏黑色和棕色的，黑棕色的那种感觉。你媳妇有迷糊色吗？迷糊色？栗棕色就是迷糊色，我感觉好像是啊，栗棕色是不是迷糊色？正常聊天，你说话这么呛人呢？谁呀？我啊？我吗？呛人不是吧？顶人啊？怼人？你给人了吗？我没有啊，应该是栗棕色遮白发好，不知道，我这个还真不太清楚，因为就是这个我现在卖的这个品啊，家人们，就是我卖的这个染发的，我特意问了，就是他说他给推荐的这些颜色就是遮白发效果都挺好的，就是看他自己喜欢什么颜色。黑茶色对白发多人的比较合适，是吧？我也感觉黑茶色对白发比较多的人比较合适。你反正主要你看你什么年龄，你要是30来岁，你染个栗棕色也可以，我觉得就是都挺能遮白发的。下回三妈再染的时候，给俺们迷糊脑门的白发也换换颜色，那是他的一大特点。我要给染了的话，你们还能认出来他是迷糊了吗？我没呛人吧？刚才我没顶人。姥姥为何冲动剪短发？我没冲动呀，我剪短发不好，我剪短发不好看吗？我还觉得有点长，我寻思让它再长长，我要再剪短一点呢。我短发不好看吗？我感觉短发挺好看，他们都说我短发好看，我也觉得我短发挺好看。没有头发真好看，这是啊，没头发真好看。嗯，其实我也想光头。你想光头行吗？找光头戴个假发。那我多此一举吗？那不。我等到过一阵六一的时候，我再去剪一次，再稍微剪短一点。短发年轻，因为我感觉为什么我剪短发，因为我之前不是扎一个马尾辫嘛，我就感觉我披着头发也不好看，扎上也不好看，然后那个头发乱糟的，就天天的。我就烦，你知道，我就感觉我自己不利索，穿啥都不好看。牛二，来给你做个头帘啊！我就感觉我都不自信了，那个。挺费劲，牛二这头发。然后我就剪短发了。闭眼睛，牛二啊！你看，牛二知道闭眼睛的，你看，牛二看，你看。那他肯定闭眼睛啊！你看，牛二知道闭眼睛的，你看，家人们看，牛聪明，聪不聪明？你看，牛聪不聪明？我跟你说，要是我的话，我都得睁眼睛，你看。你看，你都聪明，哎，就感觉大人聪明。就是人家说最后洗头了，你非得给他整头，会不会洗？我冲绿色的，冲绿色。哎，绿色啦！谁冲水不闭眼睛？可不咋的，谁冲水不闭眼睛？傻呀！我冲水就睁眼睛，你冲一个我看看啊！你冲一个我看看。我他妈不洗澡，现在我冲。你现在你就往脸上冲呗。哎，别咋了，哎，好，你给我袋儿。出来看看头发剪多短，就这么短。我现在再剪短一点，剪到这儿。就再剪下去2公分，这样再剪短一点。瓜子儿跑头上去了。什么色挺好看的？奶茶色。
比你扎头好看，洋气。我的头发是奶茶色，奶茶。奶茶的色儿。一会儿他们能不能说你能把老韩的奶茶染头上了啊，你说一会儿他们能不能说你怎么把老韩的奶茶染头上了笑啥呀，你看你多少，你又说我坚持不住了用那个手机拍的，用那个手机拍的，劈个大叉。嗯。那一个年少时的梦梦，你就说 3D 手机多臭吧，在那放的都招苍蝇了都。你往后点呗。啊！我给同学好好给他拖一拖。行行行行。用照你吗？照不照都行。开始。我操！你们站起来！哎，这个刘，行吗，小王？啊！你看，家伙这沐浴露多好，家伙想买沐浴露的啊，大妈，你们可以拍这款沐浴露啊。咱这个沐浴露在几号链接？我讲解一下的啊。29.9一桶。44号链接。家人们，这沐浴露怎么上44号链接去了呢？嗯，它就一直在44号链接。29.9一桶，家人们啊。1000毫升一瓶儿，啊，1000毫升有抑菌止痒的，有除湿有那个什么除湿止痒的，有杀螨除菌的啊，还有金鬃毛专用的，家人们，啊，好玩吗？这视频录的，啊，媳妇儿，啊，你的礼物怎么洗掉这个了呢？啊行，孩子行，啊，操，他打湿润滑了，明白？躺这儿来，啊，挺有意思，挺有意思，这迷糊怎么还洗掉色了呢？你看迷糊的腿儿，你看，我的妈呀，这家伙！小狗好摆弄啊，妇女。这迷糊景象强直啊！你看家们，这沐浴露老好了啊，一瓶29.9，你一年都用不了。这大瓶沐浴露一年都用不了，家们。啊，1000毫升，一瓶顶两瓶，一瓶顶两瓶，特别大家看啊，特别驱沫，对，驱污能力特别好。是的。你就给家狗用嘛，啊，真的。哎，这沐浴露老带劲了，啊！一会儿老爷给你来个前后大挪移，快点吧！我操！一二，
哎，别洗头了啊，别洗头就好了。你洗干净了媳妇儿？洗干净了。啊？就这么挠着洗不干净，再洗一会儿的话，那个皮都得掉。小迷糊好像腊肠犬。啊！人家是一把屁股三把脸，你这怎么就洗一把脸呢？屁股啊，那是折腾这样没呲牙呢。洗澡能呲牙不？洗澡不能呲牙。搓背50，洗头30。付款80啊，米糊。省80块钱，哎。吹是赠你的啊。带小米糊出去洗澡，真的，你要多少钱吗，媳妇儿？80。啊，就光洗不算别的，50块钱吧。咱爹坐着呢。俺迷糊都掉毛。老公被褥在流，我在搓肚子，我应该先冲肚子。你们应该先冲哪儿去了？应该。冲肚子，你们应该先冲哪儿去了？应该先。先冲后背，这狗市场上都买不到，那你是说对了，咱家这品种只能在咱家能买着，你在别的地方你真买不着。真买不着，老铁算是说了句实话，大实话。我拍了薄荷米棕色试试看染出啥效果。行，到时候发个段子秀一下。这边有没有白色的？给我全配件全白好看吗？嗯，找的没有全白啊。咱们这染全白的好看吗？我这染全白没有用，染了两天，这两天新鲜，过两天就白，过两天全染全回来了，反全回来了，媳妇儿。咋能全回来呢？啊？你剪头的话，那可不全回来了。染全白色。染发剂没有，染发剂在最后一个链接。最后一个链接，老铁，辛苦你那个翻一下啊。这小猪冲的干干净净，嗯，你看，是吧？嗯。好。给你们看一下，黑茶色就是这个颜色，能看见吗？哎呦我的妈，就是这个颜色，黑茶色。你这个手机为什么感觉有色差似的？干嘛？感觉有色差似的。色差？这个是奶茶色，看见了吗？奶茶色。然后这个是黑茶色，黑茶色就是偏黑，还有点微微那个什么的。那这是立功色。薄荷米棕色有点发，稍微有点偏绿的那个颜色，我感觉。这是蓝黑色，摩卡棕，红豆，
茶色。点点然后这个是墨绿闷青色。5点好不好？4点半。奶茶色好看，对，奶茶好，奶茶色好看。我染的就是奶茶色，奶茶色属于像它，相对于他家的爆品，黑茶和奶茶是他家的爆品。加沐浴露啊，29.9一瓶啊，家人们。对。沐浴露29.9一瓶，下方小黄车。对。啊。正在讲解当中。现在该给自己家狗子洗澡了，家人们都得需要沐浴露。对。咱这款沐浴露性价比特别高，1000毫升沐浴露才29.9。啊，兄弟们，一瓶顶两瓶。咱们一瓶顶两瓶啊，1000毫升。发绿一点的颜色，你就拍那个墨绿闷青色呗，墨绿闷青色。嘎嘎嘎等于干啥呢？肥奈等于回来，啥玩意儿？你们在最后一个链接，你们点进去，然后它那个图片上的那个奶茶色，就是那个什么的颜色，知道吧？哎呀，29.9，而且不伤发，染的玩呗。虽然说是染的玩，但是它染出来的效果确实很好啊，家人们。拍的薄荷米棕色，其实我想让我的颜色再稍微亮一点。我还想再染一次。有金毛专用沐浴露吗？咱现在有金棕毛专用的，金棕毛这个链接里边有。这个链接里边有金棕毛专用，你就直接点就行。金棕毛专用，嗯，直接买的金棕毛。1000毫升等于2斤，2斤的沐浴露。2个500克吗？嘎嘎好用，家人们。颜色可以坚持多久？这个颜色的话，就是你长出来自己的黑头发了，你不就得染吗？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愿意掉色的，你染上了之后，它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染，它就是那个色儿，就是你洗完了之后，你第二次再洗头的时候，它不会掉颜色。你们说的那意思是不是就是你这次比如说我今天我洗完了，然后呢我隔两天我再洗头发的时候，它会不会又褪色了，掉色了？是不是它不会褪色？因为我洗完之后我第二次再洗头发的时候它没褪色。有香味吗？反正它不是臭味儿，这个染发膏不是臭味儿啊，不是臭味儿。有臭味的染发膏吗？有啊，以前的就是臭，你染完之后那头发就烘臭烘臭的。现在这染发膏都是植物染，它没有那种臭味了，也没有。而且这个染发水不刺鼻，就是你染上之后它不是那种刺鼻的味道，就是正常的那种淡淡的清香味那种感觉啊，不是刺鼻的味道。对，500克就是1斤。小迷糊毛色挺正。其实俺家迷糊这个毛的这个颜色也挺好看啊。其实它这个毛迷糊这个毛呢，有点发棕红色，明白了吗？棕红色。太一色就完了呗。人人说实际的这个发色。你说迷糊色，人知道迷糊色是啥色儿啊？那咋的？哎，那你忘咱在临沂直播的时候，那个女的，那个小姑娘都知道迷糊色是啥玩意儿。嗯。啊。嗯。我买了顶迷糊色的帽子，一会儿我就要戴上。迷糊还遗传了泰迪的优点不掉毛，那你是大错特错。他遗传了那个四哥的优点掉毛。四哥也不咋掉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没家就没有不掉毛的狗。我告诉你家们，泰迪为啥不掉毛呢？家们知道吧？因为泰迪的生活条件好，但我在家里头养，他冬天不需要在外面，所以他的绒毛吧长得就少。
你们如果白发实在是不放心，哎，能不能染上的话，你们就等等，我给我婆婆我染一个，我给我婆婆染，因为我婆婆白发特别多，我给她染一个，染完之后如果她白发遮住了，我觉得肯定能染上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说能染上，但是他们不放心嘛。那你要是染不上的话，那染不上的话，那你头上使的颜色不一样。那他们不放心吗？那头上颜色都是一样的，他肯定是能染的。嗯，白头发染不上。因为这个他说确定白头发能染，就是他商家说的能染上，知道吧？那我没有白头发，你们要实在不放心，我就给我婆婆染。染头发多长时间？20到50分钟。你上课快的话30分钟就染上，我染的这个头发30分钟我就洗了。哪有染发的？正在讲解当中就是染发的。毛巾只有周六有。吹毛，你们发现了吗？啊！我说迷糊，不害怕吹风。二百号。你害怕吹风吗？不害怕吗？泡泡染一瓶是330毫升，一瓶是330毫升。好看，奶茶色好
眼镜你还怕出吗？把眼睁开。张不开。哎妈呀，不行了，我得先出来。这家伙，黑的我。给你们看看小狗。这是谁？小五。这个好像是小五。啊，不是。那小二，这是老二，这家这睡姿，啊，这睡姿也太那个啥了，妖娆了吧？啊，这小二，牛啊！你们可以拍单这个纸抽，这个纸抽是挂壁式的纸抽啊，就是它是，哎呀，这个样品在车上没拿上来。这个是，就是现在就是网上特别火的，就是一帘儿，然后你贴墙上或者贴卫生间里头，然后你随时用随时抽，随时用随时抽，就是一大袋儿那种。29.9给大家发四题啊，家人们，四题，它这个是按一题的，就是里头就是可以无限抽，你无限拽，知道吧？然后四题，看看你染的头，哎，我这个头发吹的都炸毛了，刚让粉粉爹吹一下子，但是我这个头发正常是那个什么，但是在这个屋里的灯光显的是红色似的，嗯。实际上它不是红色，三文爹这个手机有点色差，这个手机不行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我染，你看7爹手机照出来就是红色，你们可以去看我的这个，可以看我的这个那个啥，看你们看7妈妈，然后我发的那个我染完的那个视频，你们就能看出来了，在这样看不出来。那狗身上痒也有虫子啊，对，挺沙发整成那样的，嗯呐，都是小狗他们猜的。都是小狗他们猜的，这沙发又毁了。你们没拍咱家这个大肉罐的话，你们可以拍咱这个大肉罐啊，29.9给大家发六瓶啊，家人们，375克一罐，咱家这个大肉罐卖的嘎嘎好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你们家里哎小猫小狗喜欢那个啥的话，你就拿这个肉罐给他们拌狗粮，特别好。牛蛋子下来，牛蛋子来抠耳朵。这沙发，小狗蛋子给拆了，整不了了，修不了了。这帮小狗蛋子拆完就睡觉，你看，小老五，看。这帮小狗蛋子可整不了他们，我告诉你啊。那扣耳朵。嗯。然后我去收拾。这不回复，他说什么？就是不回复，咋的了？谁不回复？找沙发厂家太不精造了，不接着。那你的意思还得跟他打个官司呗？你这沙发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买回来也太不精造了。
这沙发蛋，这沙发不错的，哪有这么好的沙发蛋子？你这怎么带这个卡子，有点像小沈阳那个。小沈阳。我染的是奶茶色。奶茶色。奶茶。沙发都改蛋子了。沙发蛋子。海报那个颜色，海报那个颜色我也不知道，我没看呢，老铁，我也不知道海报这个颜色是啥颜色呀。我感觉海报那个颜色有点像栗棕色，还是红豆茶色。好感觉啊，别忘了。腐妞没怀，跟谁怀的？我用的是奶茶色，迷糊其实挺可爱的，迷糊是可怜没人爱，可爱。那你说喜欢迷糊蛋的人多，还是喜欢腐妞的人多？迷糊蛋的呗。为啥呀？可爱吗？我就是喜欢腐妞的人。喜欢腐妞的人多，还是喜欢那个啥，那个迷糊蛋子的人多？老爷头上是啥瓜子儿？我喜欢吃瓜子儿，把瓜子皮都吐我头上了。感谢喜宠爱狗，刚才是不是送烟花了？啊，都喜欢，都要么都喜欢，都要么都喜欢。都喜欢。夜路漫，像个永远不凋零的花。想看谁？狗蛋子，他们几个呀？醒了啊！你们几个拆家大王，你们几个拆家大队醒了啊，拆家大队啊，数你们最能拆家啊，是不是队长？你是队长不？拆家大队大队长啊，拆家大队大队长，为什么没人喜欢 Seven 呢？没有不喜欢，没有不喜欢 Seven 的，真没有不喜欢 Seven 的。哎，下来吧。都喜欢 Seven， 没有不喜欢 Seven 的。咱家全部都是喜欢三文，啊！你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。哎呀，我们家蔡家大队啊！起床了，看猫啊，看小猫啊，
看猫蛋子啊，狗胆多少钱？狗胆还剩谁啊？家猫啊，还剩一个他，他现在没有主人啊，小老二，小老二现在没有主人。这帮狗蛋子该出来上厕所了，关一下午了。啊，他们几个关一下午了，该出来上厕所了。啊，多少钱？私信我家吗？啊，私信我啊。嗯，不在直播间说价钱啊。嗯。你说这个小猫为什么长这么小呢？其实它平时最能吃。我跟你说，你看这小猫，家人们，它肚多大，看到吗？这小猫蛋子它是最能吃的，知道吗？啊，看着没？属它最能吃。母牛，你别总舔着。哎呀，像他长得好看是不是？他长得好看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一只小母猫。他应该是小母猫，长得像妈妈。他以后长得像他妈。嗯，呀呀，我那瓜子皮子，晚上还播吗？播呀。晚上继续播直播呀，家人们，晚上继续播啊，正常直播，兄弟们。这是小花猫，刚我拿是它吗？不是它吧？啊，真是小花猫啊！现在干净多了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昨天我给他们擦过脸了，哎，今天是不是干净多了？昨天我给他们几个擦过脸了，嗯，你看他又埋汰了。你看它干净，它一直保持的干净，特别干净。你看，这是小花猫，一直保持特别干净。啊，小猫多少米？小猫不卖，小猫送给粉丝团啊，送给粉丝团的。啊，谁叫就它叫唤，就它愿意叫唤。我跟你说，这就这小猫会要吃的，知道吧？就这个小猫它会要吃的，啊，就它愿意叫唤，啊，就它会叫。哎，我感觉这小猫可灵巧了，就感觉它。就感觉你看家吗？这感觉他特别灵巧，你看，哎，可厉害了，就觉得他啊，你看，啊，你看这小猫啊，你看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呀，你看，特灵巧，感觉他，啊，嗯，你看。这是喂它最小，不知道可能平时吃东西吃的少吧，估计是公猫。你说这个，你说它呀，它是母的，它是母猫。嗯，它谁是公猫来着？哦，它是公猫，这是公猫，它是公猫，家人们啊，他们剩下几个全是母猫，这是母的，就它是公的，啊，它是公的，我看他们几个喜不喜欢它。嗯，咋？就他这公的，小公猫，几级送猫？十级以上，家人们，十级粉丝团，嗯，十级以上啊，十级以上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，家人们，咱们家只送两只，只送两只啊，所以。这眼睛，眼睛的东西，这小公猫。老师，过来，老师来看看这个。呀，啊，我寻小猫出来了呢。这什么品种？蓝猫啊，家猫啊，蓝猫，它们是蓝猫，啊。嗯、罐
头29.9块9毛钱六罐罐头啊，家们，29.9块9毛钱六罐罐头啊，我把咱大肉罐我打开一罐啊，媳妇来，杰哥来，我把大肉罐打开一罐，来，我给大伙看看咱大肉罐，家们啊，29.9块9六罐罐头啊，想买罐头的好朋友们啊，大伙可以拍张罐头啊。大罐肉啊，一罐375克，啊，看到吗？啊，大罐肉一罐375克，这罐头嘎嘎的，我天，啊，含肉量60%，啊，狗子嘎嘎喜欢吃，单吃是美味的盛宴，拌凉是挑食的克星，家人们。拌凉是挑食的克星啊，狗子不吃包退，家人们啊，比如这罐罐你打开了，你家狗不吃的话，这罐送给你，剩下5罐给我退回来啊，你多少钱买的多少钱给你退啊，1、2、3，这家虎妞一口就到了，让虎妞到了，嗯呐，虎妞一口咔家伙全都包住了，是吗？嗯，虎妞包了一口，嗯，你看着了啊？啊，忘了，我忘了，正常不让虎妞吃饭的白天，正常白天不让虎妞吃饭的，这叫蹲蹲蹲啊，他就出来了。是让虎妞发啥快？发韵达快递家吗？啊，发韵达快递，六罐罐头家吗？一共是啪一发六罐，29.9块9毛钱给大伙发六罐罐头啊。这咋又吃了？忘了，我忘了，家人们。啊，今晚不让他吃饭了，今天一罐罐头就可以了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虎妞今天吃了一罐罐头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是的话，你们打是，家人们，秒没，是不是？晚上不让他吃了，可不可以 ？OK 不 OK？ 行吗？大家伙给我见证啊，家人们啊，大家伙给我见证啊，这虎妞。让虎妞吃，虎妞一口给丢就给造了，那一口就给造了，灌的太香了，29.9块9六罐，家人们，啊，五点了，然后就下播了，家人们啊，我下播了，然后咱们今天晚上正常直播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咱们正常直播，啊，晚上不见不散啊，正常直播，家人们啊 ，OK 哈拉少 ，OK 哈拉少，啊，等你，好的，晚上正常直播，感谢大家啊，该遛狗了啊，小狗也该遛了啊，拜拜，家人们啊。你们有需要罐头的，你们拍吧。今天拍，咱们明天就能发货啊！罐头啊，29.9块9毛钱六罐啊，我就下播了，家人们啊，活动价了，行吗？啊，含肉量5%，含肉量60%啊。什么？现在真的好使啊？这个东西是个巧劲儿，是不是吧？就是你比较厚的袋子，你就慢慢的滑。这就是巧劲儿。然后薄的袋子你就重重的滑，哼，封的多好啊！你咋能封上呢？嗯。你这封的多好啊！你这撕开什么封？是不撕开。是因为那天电池没电了吗？不是电池没电，是你电池没安好吧？啊，老好用了这个，那个袋儿呢？在你放那个袋儿吗？放这个袋儿。这个你得这样的先预热。啊。预热完了之后，然后那厚的袋子你就这样的慢慢的滑。嗯，这不封上了？哦。然后薄的袋子，你就这样的快点滑。然后像这种厚的袋，你就这样的，轻慢慢滑。这封口机多少钱？封口机9.9块。这个封口机9.9块。嗯。
啊，原来是我操作不当啊，媳妇儿。啊，烘的多好啊。嗯，是我操作不当啊，媳妇儿。这个就是电池安上了之后，然后呢，鲜酱水对准。啊，鲜酱对准预热。鲜酱预热，然后预热一会儿之后。那预热个2分钟1分钟，我是在那哪，我是拿袋子预热的，媳妇儿。拿袋子预热不行，必须得先这样的对准预热。先对准预热。对，预热个1分钟2分钟的。哦。你千万不要去摸它啊！就是你要预热时间长了，你这样能感觉到冒烟儿。不薄不厚是不是正常速度行？对。对，不薄不厚的正常速度。啊，先这么给它预热哈，我看来你再整一个。你看能看，你一松开的时候能看着冒烟。啊。看着呢，看着呢，看着呢。这一半已经封完了，老公。你把这什么？你把这怎么解开它？你撕开它，撕开它。撕开就撕坏了。我操！撕坏了。这封的这么好，封的这么严实，撕坏了。啊，然后你再撕开来，你再撕开来，你重新再封一个，重新再封一个，我看怎么样？我有一点，我要深一点，距离远一点，距离远一点不就完了吗？好，我来，我好，我使啊。9.9一个，家人们啊！哎，我操！你整这玩意儿行啊，媳妇儿？封的老严实，你拽都拽不开，封的老严实了。啊，真是装不开啊！封的真挺好，按2.5号电池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呢？比如说你不用了的话，你用完了，然后你就把这个电池这样的，给它全都倒过来，全都倒在一面上。然后这个扣过来，这样一放就完事儿了。啊、哦，这么省啊，9.9块一个啊，家人们啊。然后你用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放下去，然后把这节电池。还得是你呀、啊，媳妇儿。然后再倒过来。啊、哦。然后再这么预热，预热个1分钟。欧了，欧了，明白了。哪哪好使？你就家里头，你比如说你用个冰糖了，或者大枣了，或者什么东西的，然后你不都是这样打个斜口吗？打个斜口，然后你就这么给它，哎，给它封上。封上，然后呢？等到你下次，你看这斜面的就已经封上了，这斜面。啊。然后等你下次用的时候，你等会儿你拿着，我给你挑战一下子。你下次用的时候，然后你再稍微吧，你就一点一点往里延，知道吧？然后等到你用到最后的时候，你这玩意儿已经预热的，你这玩意儿已经袋儿已经不用了。我撕的斜口啊。对。能给它封上吗？能啊。现在是斜口。对，现在是斜口。嗯，你来吧，来。你老师看多认真，你看。厚的袋子，你就这样的，慢慢的划过。哎，这边的我没预热好，你要是没夹好的话，你就再重新。慢一点。先上了，先上了。挺好，挺好，真方便。然后不用。9.9一个啊，家们啊。你看现在这不是正负极的吗？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抠出来一节电池，然后反过来这么放，它就全都是正极了嘛。然后它就这个地方就不会产生热了。你要怕的话，你就这样的，然后把这个，这不有个这样的。然后它这个后边这个地方，你可以，就你家里不都有冰箱吗？吸冰箱。你直接这样的放冰箱顶上就行，就吸冰箱上了。啊、那你吸咱收音机好不好使？媳妇，这收音机能吸吗？收音机不行，冰箱行。吸铁上不就完了吗？不行啊！他妈的，哪个地方是铁不知道吗？哪是铁呀？这地方是铁。吸冰箱能吸上？这铁不行，这铁不行了。我觉得这地方也可以，这是铁。你那个铁有点太小。也太小了。哈、啊、哈，我看吸那点好不好使啊？那吸这点不行吗？这点不是铁吗？这点不是铁。这也是铁，这也不是铁，哇，咱这屋连个铁都没有，媳妇儿啊，我就不相信了，啊？这是钢的，钢的也吸不上，钢的也吸不上，吸门上，门上能吸上吗？门是铁啊，门是铁的。哎呀，对，你吸门上，吸冰箱上都行，
这样一放，这门的帖子。然后用那沙发谁整的？这年头，这个是这个录音机是1970几年的那个录音机，收音机，七几年的这个叫什么？家们叫星球，这个录音机的牌子叫星球。然后呢，咱家这个录音机啊，里边还有磁带，家们啊。哎，这个我跟他们说一下注意事项。等会儿呢，研究收音机呢。哎，这有磁带。求佛冰吻啊，童话，我愿偏秋天不回来啊，这首歌的老歌。这个啊，你们就是预热完之后，千万不要去拿手试试热不热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轻轻这么一下子就把你手给烫出泡了，轻轻一下子。对，你就这样的碰一下就烫出泡了，你要不小心的话。是吗？那天我烫了半天都没烫出泡，媳妇。那是因为你那个电池你没安好，再加上你预热没预到位。我以为我皮厚呢，媳妇。那天以为，所以说你们这嘎嘎好用，这个磁带能听吗？这没有电源，有电源就能听了。电源让狗咬坏了，这个电源让狗咬坏了，不单是能听歌，而且还可以卡拉 OK， 看见吗？卡拉可以 OK 啊，这个啊，家吗 ？P H O N E， 你看见吗 ？P H O N E 什么意思啊 ？P H O N E， 苹果吗 ？iPhone， 苹果。Apple 啊，老王，我都不知道你今天发没发烧。行，古董的，行了，家们啊，下播了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，感谢家们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啊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晚上见啊，说岔去了，晚上见啊，拜拜。连电话的那是，应该连当时1970几年应该有大哥大媳妇儿。